伊是咱的宝贝。啊，这首诗歌，咱的囡仔，咱用互因学台湾话来唱，好，用台湾话来唱，啊，因拢有知影讲，伊，下面这首诗歌内底的伊，是指公义、和平、仁爱，平等一切好的、水的、价值。啊，咱的宝贝，即嘛要来唱这首诗。啊，这首诗嘛是2004手牵手百万人赴台湾的时阵，迄阵的主题歌曲。啊，咱下面2017，咱的台北人的囡仔，下面遮出世的囡仔，下面用什么呀？用台湾话来唱这首诗歌。Then Nina the children will sing the first time, the second time, and then all congregation please join for the third time.苏亚团体，甲囡仔要斗阵，一代搁一代，斗两代斗阵，来将咱的目睭来展开。